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想交女朋友？你好像靠得很近。我们一起长大了，你还会害羞哦？我认识了你，我就知道原来男生有分很多种。如果我说我喜欢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冲啊你啊！那个谁喜欢这辈子还得安呢？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。啊，你留下来，我要先走啦。要谈恋爱，李雅天可以帮你，要亲要抱，他都可以配合你，你只要他就好啦，根本就不需要我啊。那你告诉我，放开我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啊？只要你一点头，我随便恁母提亲。告诉公哦，李雅天若真正介意你，我会祝福恁啦。